跟永靖选错路线了，选错路线。永靖说后里马场的马都是铁马，铁马比马多。对，这只是母的，没有错。OK， 跟永靖选错路线了。刚好可以啊，可以进去。这里看到那个立法乐园。骑一圈了，然后现在就是中途买个东西吃，永靖再买香肠。这个是正统复古，用脚推的。哇，踩不起来，哦哦。你要吗？很爽。哎，这景好像百年了。是啊。对啊。
百年古井。